通常我在唱歌的时候呢，嘴巴会不自觉的就会喊出全部散开还是什么的，对吧？后面的或者是二楼的三楼的摇滚区的。今天特别交代不可以让大家太危险，所以因为你们下面那个土地它是软的，所以呢跳起来这件事情让我跳好了。对，但是你们坐着也可以跳啊，你知道吗？坐着你也可以动作超大，对吧？都可以。接下来这首歌要借用你们的手来。天上，我的热情全都烧，天上，天上。
牵手，我要紧握着她。